咁如果大家手上有呢个达摩祖师嘅画册咧，就系都系跟住达摩祖师画册嚟讲嘅。你可以一面睇呢个 PowerPoint， 一面咧就睇书，嗰、那个系真实嘅印刷版。咁咧就两样可以一齐睇嘅。如果今日未有书嘅咧，可以下一次嚟。咁下一次我再会咧带夜五本嚟。咁样咧就同大家结缘。咁啊，多谢华玉讲堂嘅助印啦，俾啲大力嘅掌声。亦都多谢咧，书中里面咧有啲同学咧，佢哋系有助印咧，有刘道明嘅喺后边嗰个功德庄严共法图里面咧，就留下美好嘅回忆。咁我哋又俾啲掌声呢啲赞助者啊！书名叫做《达摩祖师画册》。我就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呢就是呢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又增加，咁结果呢就画了超过200幅的达摩。有时一幅画里面呢有几个达摩，咁我就统计过了，是超过260个达摩祖师的宝相，是前无古人，从来都没有人一次过画这么多个达摩。咁呢本書咧，而家開始就跟住本書嚟導賞啦。啊，就係我哋香港佛學研究所出嘅畫冊，黑色呢本咧，大家認得嚇，就呢個封面咧就達摩祖師。咁另外呢一本咧，就我喺2015年嘅時候畫咗一卷長卷嘅《普門觀音》，根據《妙法蓮花經》裡面嘅普門品而創作嘅，個長度咧係八米多長嘅。即是超过27英尺长，觉得长不长啊？清明上河图是5米几长，是长过清明上河图，是长过咋，不是劲过啊，长啲啫。嗰个清明上河图啲有精巧细致，人物多到不得了嘛吓，我呢个一米够长啊，一卷宣纸过嘅。咁另外一本咧就系、是、咧，就我系画观音同埋写心经，咁咧就系有成十几幅嘅观音配。不同的心经书法里面有王羲之的杂字的杂啊，王羲之的字而成心经，又有这个赵曼甫的心经啊，又有这个苏东坡的心经，连乾隆康熙的心经都有，我就画了一些观音配下去，那么很庄严很殊胜的。那另外一本呢，就是我是教画佛画的，教了这三四年以来呢，就第一本呢，就是将些我的学生啲花言畫師嘅畫咧，就係、是、結集成呢個畫冊，就係、是、第一本書就師生嘅畫冊咧，所以叫做佛光初照。咁啊，就面頭呢幅咧，就係、是、我繪畫嘅釋迦牟尼佛。咁後邊咧就係、是、有埋呢個阿彌陀佛同埋藥師佛，即係三寶佛。本書咧就得到呢個寬運大和尚，即、就、係、是、香港佛教聯會嘅而家嘅現任會長。啊！亦都系而家西方寺嘅方丈嘅题字，就将达摩祖师嘅贡献同埋佢地位就系、是、禅门泰斗，大家觉得系唔系啊？系啦，因为达摩祖师咧系中国禅宗嘅初祖，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传到第六代嘅另一个弟子咧就好出名嘅，嗰、那个就系六祖慧能。所以六祖慧能的師公師祖祖祖祖祖就是這個第一代呢，就是達摩祖師、啊、六祖慧能就是這條線下來的第一祖達摩祖師，第二祖呢就慧可，第三祖真燦，第四祖道信，第五祖就是雲隱了，聽過了，然後第六祖呢就是慧能，就是菩提本無樹，明镜亦非台，家传户晓的人物。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初祖达摩，他在这个印度来讲，他是排第28祖。这里觉不觉得有点风啊？是吗？林峰呢，前面有两个字的。这个醒目的，这个。好，那跟着呢，就是有个华夏书院的艺术系的主任咧，帮我提字啦吓。
咁就係講呢個達摩祖師。咁然後咧，咁咧就開始目錄啦。呢一幅咧就係話達摩祖師面壁，係嘛喺度坐禪，面壁九年啊嘛。咁就即係由一開始嘅時候咧睇個背影，啊慢慢慢慢咧越嚟越明白達摩祖師。咁我睇下個目錄咯，成本畫冊裡面其實即係將達摩嘅生平用呢個圖畫嘅方式，用藝術嘅表達，將達摩嘅生平咧就是、簡單地咧。就展現出嚟。啊，我哋睇第一章就武達摩。呢、這個武達摩咧，大家有冇睇啲功夫片啊？成日將阿達摩祖師變埋呢個武林高手，係咪啊？而家正式話俾大家聽，呢、這個係傳說中的武林高手，傳說咋，唔係真嘅。只不過我哋中國人咧，中意喜歡咧咩招式咧，都係話阿達摩祖師教落嚟。其實達摩祖師咧，就係咧。他是在少林那裡坐禪，不是在這裡教功夫的。他真正教是《易筋經》。《易筋經》是什麼意思？就是拉筋，因為坐禪坐得久會就是比較要舒筋活絡，《易筋經》就是坐禪坐得久一種的功法，讓大家可以拉一下筋，舒筋活絡，是這樣的意思。這個就是外功。而這個《洗髓經》呢就是內功，就是個心法。啊，咁咧就係、是、一開始嘅時候咧，一陣間咧就睇到咧就由動感開始比較吸引啲。然後第二章就開始真正咧就介紹達摩祖師啦。達摩祖師咧其實佢就係、是、如果喺印度嚟數嘅話咧，佢就係第二十八代禪師，二十八代嘅祖師嚟到中國咧，佢就係禪宗嘅初祖。中國嘅禪宗就由佢。啊！呢、這個創建嘅，咁然後跟住咧就係解菩提達摩。達摩嘅全名係菩提達摩，有其時有時咧係譯音叫菩提達摩，用呢個磨練個磨係音譯嚟噶。波迪達摩，達摩咧有時亦做達摩，有時亦做達摩，都係同一個人。咁樣咧，啊，佢係梵文嘅音譯，波迪就係解覺，達摩就係解法，即係真理。啊，觉悟真理咁嘅意思。咁然后咧就达摩祖师人生开悟之路，点样去参禅啊？咁样一阵间就喺后边嗰度详细再讲噶啦。到第三章就讲达摩来华。达摩祖师系踏浪而来，由印度西边向住我哋中国呢边咧就嚟到，就初登东土。最出名就系初回梁武帝。有冇听过达摩回梁武帝啊？最经典嘅。说话是什么？就是梁武帝问达摩，哇，我起这么多庙，我抄这么多经，我又度这么多僧人，批准你们出家，我有没有功德啊？达摩怎么回答？并无功德，几乎晕在这里。那这个第一个公案呢，就第日慢慢再讲了。那这个是先介绍整个目录先。好了，到第四章，初会梁武帝呢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呢，所以他就不上少林啦。咁一个好出名嘅，睇唔睇到呢个系咩功夫啊？搭住一位道光。嗱，呢度先讲简单俾大家听先啊。真正喺中文嚟讲啊，一位咧，根据呢个孔颖达呢个大儒家咧，佢所描述咧，其实我哋中国人所讲一位咧，唔系解一条芦苇取芦苇草，其实一堆芦苇草都得噶。咁不過我哋畫畫咧，佢就藝術化，個個都係畫一條蘆葦草。記住呢個係藝術性嘅表達，你唔好真係當真嘅，一當佢喺草上飛啊嗰啲，哇真係好打到不得了嗰啲。嗱呢啲咧就大家係即係一種嘅浪漫嘅傳說，真係冇所謂嘅。我哋畫畫咧藝術化亦都冇所謂嘅嚇，即係唔好當到真係哇去搭邊條草咧，條草有幾長咧，有幾大咧，係咪功夫真係好了得咧？其實呢啲唔係真正重點嚟嘅，達摩嘅成就唔係搭住一條。芦苇草道光而有所成就，而系佢嘅禅法。嗱，咁呢啲浪漫下冇乜所谓嘅，当画画啫嘛，系嘛？记住啊，画画系艺术化，轻松下嘅啫。跟住到北上少林就面壁九年，对住墙壁喺度面壁，然后就观心看静，就观咧就观自己内心世界，睇到清净无染嘅世界。
一陣間咧就有參禪樂，同大家參下禪啊，讓大家有一種就喜悦嘅新嘅觀點、新嘅角度嚟睇個世界。然後所有嘅根據都係要自性清淨心。我哋講嘅係禪法，唔單止係講心理學咧咁簡單。我哋提升到咧係禪法咧，人嗰個生命嗰種嘅光明性同埋清淨性。跟住落嚟咧就係達摩咧就係傳法啦，傳俾第二代。咁佢第二代嘅弟子叫做神光，即係佢咧係未得到達摩收佢做弟子之前咧，佢個名叫神光。達摩收佢之後咧，就賜個法號俾佢，叫佢做慧可啊。所以第二代咧就係慧可。咁咧就係呢個係傳燈啦。咁傳燈裏面咧又有個公案嘅，即係嚇咁啊，就係有好幾個弟子，有好個幾個弟子咧，就係即係師傅叫大家講下咧。師傅叫大家講下咧。是你的手先至听你话，我真系嗱，俾啲掌声呢个电脑专家啊，系佢手先得个，唔知点解我唔得，我真系好多谢啊。嗱，咁呢个咧就系初祖传灯咧，就有几个弟子喺度啊，大家学咗咩佛法，睇下边个讲得好嘅话咧，就传俾边个做弟子。结果你知唔知啊？慧可最高嘅招数系咩啊？个个系咁讲讲讲，讲完之后咧，佢就乜都唔讲，拜一拜，咁就做咗第二组啦。你有冇听过呢个公案啊？第日有机会再讲解里面究竟点解会系咁。所以记住，人哋叫你讲嘢唔好乱咁噏啊！就系有时咧，唔使讲都得噶，做咗第二代，咁啊无端端就做咗第二代弟子啦。系咪真系无端端咧？梗系唔系啦，同你讲笑啫。咁啊有好深嘅佛法喺里面啦。好，跟住咧系传咗灯。即系传咗有二代弟子之后咧，就走啦。只履西归，担住一只鞋咧，就系咧系翻翻去呢个印度啦。好，跟住咧就系讲达摩嘅禅法，其中有个好出名咧就系将心乐与与安，就系个弟子咧就个心唔安乐。达摩话：你个心唔安乐啊？系啊，师傅你可唔可以帮我安心啊？咁你攞个心嚟啦。佢话觅心不可得，揾唔到我心、啊。我帮你安咗啦，咁样咁个公案就完咗啦，系咪好神奇啊？啊，点解会咁样就系即系安咗咧？即系咩意思咧？咁呢啲咁即系高深莫测嘅禅法咧，咁啊又系可以咧系慢慢去详细去演绎嘅。咁我哋讲达摩禅法咧，就唔系真系咧讲埋啲无厘头嘅嘢，佢真系有根据，系根据《楞伽经》。《楞伽经》就讲自性清净心，呢、这个以身任。心印心就是自性清净心，心心相印就印这个清净心。跟着呢，达摩祖师的禅法叫做如来清净禅，简称叫如来禅。这个常识给大家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有意思的，因为六祖太出名了，六祖的禅法叫做祖师禅。再讲一次，以后大家记得这个对比，达摩的禅法叫做如来禅，六祖慧能的禅就叫祖师禅，有些不同的，因为今天不是讲这个专题，只是温馨的提示，提一提，讲一讲，让大家知道这些专有名词来的。然后跟着就讲达摩的禅法有什么特色了。好，跟着呢，达摩本身呢就好像孔子一样，好像孔子这样呢是没有著过一本书的。其实那些弟子呢就根据他的言行，根据他的思想，然后跟着呢就是写一些写了一些著作，全部都用达摩的名字，即是中国人很兴的嘛，是不是？明明都不是自己，明明是自己写的，就说呢是在个海底龙宫里面留到本经啊。咁跟着上来呢，这本就叫中论了，这个就是龙树的方法，听过没有？记住，龙树不是棵树名来的，是个菩萨名来的。龙树是中龙、中论、中观大师。他说他那本中论就走去龙宫海底里面揭开那个宝箱，就看过之后醒了之后跟着写回出来。那现代，现在现代人来说就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自己写，不过以前的人呢就不好意思，现在的人就调转的嘛，明明是人写都说自己写的嘛，所以现在要发明很多机器，你拔论文拿去拿去叫做那个check一check，看有多少部分抄人。咁你知啊，台灣嗰啲就係啲就係政
嗰啲嘅政界人物咧，好興抄論文就當自己噶嘛，係咪？如果你睇台灣新聞，你就知噶啦。明明唔係自己嘅論點，就話係自己嘅論點。古代嘅人就唔係嘅，明明係自己嘅論點，就話唔係自己嘅論點，明啦嘛。所以咧，就有好多嘅書名咧，就係用阿達摩個名。嗱，下邊呢度咧，只有二入四行論，二入四行論咧係達摩所傳嘅，但係達摩傳都係口傳嘅啫。咁寫咗出嚟咧，印刷品咧就有悟性論、破相論同埋血脈論，睇唔睇到？全部都係用達摩之名，想話俾大家聽，全部都唔係達摩嘅著作。但我又咁樣講，即係達摩開啟咗啊嘛，等於好似阿孔子咁樣，佢冇著作噶，佢淨係咧係《論語》啫嘛。佢講咗之後，啲弟子摘低佢嘅平常嘅即係言行。咁但係後來又開阿曾子咧，就講孝經係咪都好好啊？嚇，整個儒家文化提倡孝順。跟住後來100年之後咧，又阿孟子咧，又係將嗰個孔子嗰個仁十字撐開，變為仁義禮智又四端，呢啲都係儒家嘅思想，都係歸宗於就孔子嘅源頭。我想呢個係一個比喻，一個類比。雖然啲著作唔係達摩親身寫嘅，但佢個思想、佢個指導原則就以《靈家經》嘅自性清淨心，然後咧就開啟嘅如來禪，呢、这個思路咧就一脈相承嘅。咁所以咧用阿達摩個名咧，就係、是、我哋中國人咧中意係認祖歸宗，啊中意咧係即係話咧係唔敢咧以自我咧嚟話呢本著作係我哋自己寫嘅，尤其是宗教嘅著作，係咪用祖師個名？更加有權威性、有說服力噶，所以喺以往嚟講咧，即係嗰個學術啦、個文化啲資訊冇咁發達啦，好多時咧就好多世紀以來都以為真係悟性論、破相論、血脈論，以為真係達摩祖師嘅著作，因為同佢本身嘅思想咧就好吻合嘅。咁呢度咧就係達摩嘅禅法集，跟住智破六大宗門，就喺景德傳德錄裏面咧。即係禅宗有啲嘅著作咧，就將一代一代祖師裏面嘅生平啊、佢嘅著作啊、佢發生嘅事蹟咧，就記錄曬落嚟嘅。其中一本叫做《景德傳燈錄》，景德鎮聽過未啊？有啲瓷器好出名嗰個叫景德鎮，就係地方名。傳燈錄，傳燈，傳就係傳呢個禅燈，傳嘅係傳呢個法燈，一代傳一代，禅燈法燈咧。系咁咧，就系传下去。喺呢度咧就有记载到咧，阿达摩祖师印度嘅时候咧，大破六大宗门，系大破六大门派，好犀利噶。破呢个有相宗、无相宗、定慧宗、戒恨宗、无德宗同埋寂静宗。我教佛学教咗30多年。咁啊就不嬲都知道係有破呢六大宗門嘅，但係咧就係見嚟見去咧都冇乜真正嘅著作咧，就係好好地咧調分理清解釋呢六大宗門，因為嗰啲古文咧實在太過深奧難明。如果你想經歷一下咧，點解我係中國人又識中文，個個字都識，點解加埋曬一齊咧就唔識佢講乜嘅咁樣？我絕對保證，如果邊個一話我一睇就明，一聽就識，一學就會。咁我咧就拜你為師。不過呢個機會我覺得好微嘅，其實係講就咁講嘅啫，真係好難明噶。我下一次咧就講大破六大宗門，你又知道嗰種艱辛難明咧，就係、是、千幾年以來咧就冇人將呢個謎咧揭開。當我睇咗個原文嘅時候咧，哇！真係點解咁難嘅啫？我都覺得難，真係好難噶啦。因為我呢方面嘅專才嘛，即係都唔客氣啦，我就係一生人磨一劍，就係、是、佛學之劍。我睇都覺得難啦，又冇參考資料喎。哇！睇咗我成10多日先至明。咁啊，你一到應該得噶啦嚇，即係14世都可以明嘅，你都可以啊。講少啫，你好聰明啊，我都知你哋啊。嗱咁樣啦，好啦，咁呢度咧就係最後咧個筆咧就講我呢本《達摩》。祖師的畫冊有什麼創造性，其他這些就是自我介紹。好了，
我哋呢本畫冊咧，其實就係一種嘅書畫藝術，又有書法，又有圖畫，又有作詩，係一個綜合嘅藝術。呢度順帶講一講，請問呢個香爐靚唔靚啊？係啦，因為咧，我覺得咧畫咗二百幾個達摩咧，已經好高興啦。但望嚟望去啲達摩，即係望嚟望去，即係望望乜嘢？平常心地講，即係望胡鬚佬。望咗二百幾個胡鬚佬，會唔會真係有啲悶咧？所以為咗大家冇咁悶，就畫咗一百五十個香爐。因為坐禪嘅時候畫個香爐係咪好正常啊？係咪多啲嘢睇啊？哇！你諗下，就畫成二百幾個都係阿胡鬚佬，真係當然係好睇啦。但係睇得多都悶啦，講真。不過你唔悶咧，咁啊恭喜你啦，同佢好相應啦。咁所以咧就畫咗一百五十個香爐。咁呢度有個就係新亞研究所嘅董事咧，亦都係國際年青藝術家協會嘅副會長咧，幫我寫咗個序，就話我畫嘅畫咧就自然生趣、流暢有力。嗱，咁呢個咧就唔逐個講啦。好，達摩祖師嘅特色。嗱，睇唔睇到有另一個香爐，同正話嗰個唔同嘅喎，有冇留意啊？相類似，但係雖然唔同，係咪一樣咁美啊？唔係都要係嘅啦，一定要點頭，知唔知啊？好啦，十大特色啊，呢個真係咧唔係講笑啦。有二百幾幅嘅達摩，全部都係 A3 size， 二百六十幾個嘅達摩像。因為一幅畫裡面其實咧有時有兩三個達摩或者多幾個，咁所以啊超過二百六十幾個嘅達摩，一百五十幾個嘅香爐，係各個唔同朝代嘅香爐。是要來裝飾性的而已，留意一下，這不是歷史事實，不是達摩的時候真的坐在這裡真的有這個香爐的，大家知道，只是這些畫畫的藝術高興一下而已，不要這麼認真，這些畫畫的而已，記住，我鬼知道達摩坐在這裡有哪個香爐嗎，是不是？好，那接著呢，就是他傳奇一生呢，就是達摩的面面觀，剛才有沒有留意我介紹過目錄的時候，哇，你大概都知道了達摩整個生平，是不是？一些重要的事件。咁嘅《易筋經》咧，就係、是、一種嘅，即係係喺清朝嘅時候咧，啲人先畫成畫咧，就成為書。喺清朝道光嘅時候先有呢本書。咁佢畫嘅時候咧，就係畫阿達摩傳授出嚟嘅《易筋經》，但係用古人，畫啲古人啊，咁嚟示範。我做咗一個咩創造咧？我將佢畫做全部都由達摩嚟做示範，係咪開心啲啊？即达摩祖师亲自嚟示范嗰、那个啊《易筋经》，即系一个拉筋嘅舒筋活络嘅功法。《洗髓经》咧就系讲嗰个内功嘅心法。好，跟住咧文达摩咧，其实系一真真正正佢嘅角色咧，就唔系耍功夫啊，即系再正式嘅澄清一次咧，佢其实咧就系、是、一代嘅中土嘅禅宗嘅初祖。佢嘅禅法如来禅就清净无染，冇达摩咧。留意我寫頭嗰三個字，傳說中，傳說咋嚇？即係大家咧，中國人咧就嗰種浪漫咧，話傳說到達摩咧就教呢個中國功夫。你諗下，達摩係波斯人嚟嘅，佢點會識中國功夫啊？點會有呢、這個一個波斯人走去教中國人中國功夫咧？係咪啊？所以其實咧，啊呢啲只係一個浪漫的傳說。咁但係點都好啦，冇乜所謂啦嚇，當埋一種嘅。啊，即係藝術性嘅創作，跟住有創意嘅參禪樂，一陣間就同大家參禪，啊，開發智慧，提升大家嘅眼界同埋視野。呢、這個如來禪咧就係、是、指達摩嘅禪法，如來清淨禪。咁然後呢、這個呢本書整本咧係一本係綜合嘅藝文創作，有書法啦，有詩啦，有畫啦，有藝術，然後真善美，圓融無礙。嗱咁樣咧，我呢本書裏面咧就係、是、畫嘅時候咧，啊，因為咧我以前係冇畫過達摩嘅。點解我會畫達摩咧？我喺2005年嘅時候出咗一本書，叫做《禪道橋頭自然直》，有冇人睇過啊？啊，竟然有人睇過啊！咁咧就係、是、嗰、那個時候咧就啱啱出嘅時候咧，商務書局裏面咧就係、是、列為呢個十大好書之一。
咁有一次咧，有個朋友咧就話俾我聽咧，就係、是、神光第一線咧都介紹我本書。咁因為我唔識嗰啲 DJ 嘅，啊咁佢哋咧喺度介紹咧，就即係覺得好咁啊，介紹咗啦。即係不存在咧，就嗰啲嘅即係做會啊咁樣嚇。咁我都覺得好開心。就因為五六年前咧，有朋友咧想幫我出呢個大陸嘅簡體字版。咁嗰陣時咧，我都未即係2005嘅時候咧，我仲未開始畫畫嘅嚇。咁後屘近呢十零年先開始畫畫。咁我就諗下啊，不如咧就係、是、以前啲配圖咧就用人哋嘅畫嚟做配圖。如果講到禪，係咪達摩祖師最有權威啊？咁所以我就畫咗咧，就係、是、想畫啲達摩祖師落去做插圖。咁好快脆咧，我就畫到十幅八幅。因為咧就你由開始畫嘅時候咧，梗係容易畫啦，係咪十幅八幅？跟住話又中意畫咗十零二十幅，畫到三四十幅嘅時候就難啦。你知唔知道點解難啊？唔係行就企，唔係企就坐噶啦，唔係側面就正面噶啦，唔係全身就半身噶啦，係咪？难啊！咁后边我画到之后咧，三四十幅之后，我就觉得都画咗三四十幅啦，不如画够一百幅啦，出本书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唔再做插图啦，就立志咧就画一百幅。结咗画咗一百幅嘅时候咧，意犹未尽，一不做，二不休，画够二百幅，不过需要画咗六年，断断续续。知唔知点解可以啊？正话读个目录俾你听咧，就嗰个秘诀就喺个目录度。我睇咗《景德全登錄》之後咧，就有曬好多嘅標題，阿達摩來華、初會梁武帝、一位道光，少林不上，不上少林，入面逼九年，跟住又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因為你有題目嘅時候，咪有內容咯，明白未啊？有題目有內容，我就分咗夜幾個標題，咁於是乎咪可以創作咯。如果咪就咁憑空坐喺度叫你畫一個人畫二百幾幅點畫啊？真係畫唔到噶，唔係行就企，唔係食飯就瞓覺啦。點會畫到咁多幅呢？但係當讀曬個新評，分咗夜幾個標題，有曬標題就有內容就可以畫啦。其實真正我秘密喺呢度，即係唔怕俾大家分享。咁所以咧，跟住咧第二個問題就嚟啦。達摩係有唔同嘅階段，有唔同嘅時期，有唔同嘅造型噶嘛。但係唔同到又可以完全唔同噶嘛，即係唔好完全唔一樣，係變咗另一個人又唔啱噶嘛。你有冇留意開始嗰個形象嘅設計啊？年青嘅時候冇皺紋。即等于你望下你自己，系咪十八岁卜卜脆啊？哇，红光满面冇皱纹嘅。跟住咧，到成年嘅时候，慢慢咧，少年不知愁滋味就冇皱纹。到中年嘅时候咧，人到中年咧就万事哀吓，咁咧就开始有皱纹。到壮年嘅时候咧就多条皱纹，到晚年嘅时候啦三条皱纹。咁系咪好合情、好合理啊？咁呢只叫造型啦。诶，大家再观察清楚啲，有冇留意胡须少啲啊？青年嘅时候。成年的時候胡鬚多啲啊，到呢個壯年的時候咧又胡鬚多啲，到晚年的時候胡鬚更多。你知唔知道印度人、波斯人嗰陣係唔剃鬚噶？知我，所以咧越嚟咧只會越多鬚，就唔會剃鬚嘅嚇。仲有啦，達摩佢係印度王子嚟噶嘛，即係古印度嘅王子啊嘛，其中一國嘅王子。咁佢嚟之前就有印度嘅南傳佛教嘅服飾，佢嘅特色咧線條線紋咧就好多嘅。而我哋呢個咧就是、另一個咧，左邊呢個咧就係、是、傳統嘅，我哋嚟到中國之後著翻中國嘅，我哋成日我哋中國人心目中嘅達摩，著翻中國嘅漢服咁樣咯。嗱咁所以呢啲造型咧其實係有意思嘅，唔係隨意嘅。跟住咧啲藝術嘅香爐咧啊，就係咧我講明係不同朝代。所以你不用批評話呢個香爐明明是唐朝的，達摩是魏晉南北朝啲咩？有個唐朝的香爐，喺達摩嗰時代出現，呢、這個是因為我中意就畫咗落去。記住，因為我中意啫，因為覺得佢靚就畫落去。所以你唔好喺度同我拗啦嚇。總之呢啲係叫藝術性嘅表達，唔好咁執著，係只係純粹一種美感嘅展現嘅啫。好，就達摩祖師留禪影，嗱呢啲咧。是不是一幅里面有三个达摩啊？各位观众请仔细观察了，有没有上面这个达摩是一条皱纹啊？看不到啊？左边的达摩呢就是两条皱纹，下面这个达摩是三条皱纹，即是代表不同的时段，是不是？上面这个有没有留意的酥少一点？这个叫酥少少，中间这个就酥多一点，这个就
三地心呢个叫苏多多，明白未啊？嗱，喺唔同阶段噶，即系好有观念咧，我自己知道自己画乜嘢噶。好，跟住画轮，因为我画画嘅特色咧，就系、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意诗情画意嘅，所以我咧就创作咗两句名句：诗为画意龙点睛，画为诗情添神韵。即是呢画完画之后写首诗上上面。咁有咗幅画里面有首诗呢，哇，就喺住好似画龙点睛咁啦，将个意思呢指明出嚟。因为有时画幅画唔知道你想表达咩嘅。又调返转啦，画为诗情添神韵。咁呢有时呢我哋唐诗系咪好美呀，但有时啲人嘅想象力呢唔系个个想象力都咁高嘅。咁佢淨係讀咗一首唐詩，淨係讀咗語言文字，理解到個意思，佢個腦海裏面咧未必有一幅好美嘅圖畫嘅。咁所以能夠咧又寫到詩，有一幅圖畫係珠聯璧合，互相輝映，係咪一種咧就相輔相成嘅關係，而唔係一個排斥嘅關係？咁所以我嘅畫咧就中意咧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情畫意，故此咧。我每出一本画册的时候我都会写一个画论。今次这个画论就是诗情画意。这个诗情就是看到达摩在吟诗啊，画出来的，至于达摩会不会吟诗我都不知道的。这个是画画的。诗情就我写了。明月海上身，江华落波心。菩提本清净，诗词妙法身。嗱，我呢啲唔系风花雪月啦吓，讲嚟讲去咧系唔会离开佛学，因为咧诗词最后嚟讲咧描述嘅系法身。有冇听过苏东坡作嘅佛诗好劲啊？系嘛？苏东坡啊，佢作嘅佛诗咧就系啲诗词嚟表达佛理嘅。最简单最出名嗰一首就系还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就将佛经的故事核主摸象呢，就用很美的诗，很简单的语言，同埋音韵很铿锵呢，就写了这个境界出来。就讲核主摸象呢，每人摸住一个部分呢，你只是看到一部分的啫。等于我们呢是还看成岭侧成峰，打还看是个山岭，打側睇係個山峰，遠睇又唔同，近睇又唔同，高處睇又唔同，低處睇又唔同。不識廬山真面目，你睇唔到成個廬山嘅整個嘅全面嘅真面目，點解？只緣身在此山中，就你個人因為喺人在山中不見山，人在山中睇唔到成個山。咁呢個咧就核子摸象咧，你摸到大笨象只腳，你就覺得大笨象係一支柱；摸到大笨象嗰條尾巴，你就覺得大笨象好似掃把。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就将一个诗词的方式呢就是去弘扬佛法，这个就是苏东坡。这个传统我们一向都有的，所以我是继承这个传统，就将它呢是、用诗情画意来画达摩。